这是一场全国瓦商最集中的专业展，也是在建筑行业定制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辐射全球的专业性加综合性的交易会。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作为广东省会展项目百强，广州筑博会的屋面系统专题展已经成功举办14届，历届集结了各种瓦材、各种瓦片挤出模具、几桶螺杆和成套挤出设备、压瓦机成套及单台设备等制瓦装备，瓦面复合膜、屋面瓦支架、自工螺丝、彩瓦漆、沥青瓦彩砂、 ASA 塑料、 PCABS 塑料等配套产品和相关科技成果。2024年，全国各地的彩钢、铝镁、树脂、陶瓷、金属、沥青、聚碳酸酯、混凝土、新能源等屋面瓦的经销代理商和终端客户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和洽谈。另外，来自俄罗斯、阿联酋、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德国、法国、菲律宾、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墨西哥、尼日利亚、沙特、泰国、新加坡、新西兰、印度、印尼、英国、南非、西班牙、智利、比利时、伊朗、瑞士、埃及、日本、越南、意大利等98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境外采购商也莅临了现场参观交流。第15届广州国际瓦业交易会暨制瓦工业展将于2025年5月8至10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盛大举办，同期举办筑博会、钢结构展、绿建展、装配式农房设计大赛、模块化建筑发展峰会、钢结构产业链供需对接会、湾区建材集采供应商大会等多场精彩活动，将连通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各类现代新型屋面瓦的推广和应用。